我们两家的外送平台应该要交换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绿色，你是小粉红啊！王宇，你不要再扯政治了。柯文哲，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按你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按铃你啊，按铃而已了，台语讲台语了。现在就是呢，新的东西好 remix 就会蹦出新滋味。对对对，像是珍珠跟奶茶在一起，珍珠奶茶好搭，好搭好搭。吴尊跟阿喜在一起，吴尊阿喜好朋友。吴尊阿喜，我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，说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了？不然就针对我了。什么都不必说了。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 COVID-19。不是啊，老师不是这首歌了。喂，是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做外送吗？因为呢，大家知道我是台湾民众党了。等12月25号，我真的是台湾民众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就卸任了，所以我还是要提早了解台北市民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出来做外送。不过因为今天我第一天上班呢，又找不太到地址，打个电话回总部问一下好了。Hey Siri， 帮我打给吴伯义。好的，正在打给吴敦义。打给吴敦义干嘛了？奇怪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找路好了。奇怪，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地址到底在哪里呢？奇怪啊，怎么没有啊？在哪里呀？这奇怪的，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王议员，怎么又是你呀？啊，怎么又是你了？柯文哲，你真的是阴魂不散。我从政，你也要从政。现在我做外送，你也要做外送员呐？不是啊，王议员不一样了，我做的是市长了，你做的只是市议员了。讲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啦。对啊，怎么样啊？而且我觉得我们两家的外送平台应该要交换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绿色，你是小粉红啊！王宇，你不要再扯政治了啦。我想是这样，你今天到底是要干嘛啦？不过算了啦，柯文哲，刚好你最近准备要卸任，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鉴别礼物给你啦。是啊，王议员。对了，你每次在咨询我的时候，都会送我很多礼物啊。对，像那个我们木马屠城啊，还有脚踏车要我去一日双塔了，还有最近还送我台东的火车票了。好了，你最近要送我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送你个不一样的啦。什么东西？我送你露露的专辑啦。是啊，王议员，你每次送礼物都有含义啊。这个露露的专辑代表什么呢？对啊，因为你让台北市民饥肠辘辘。有含义的啦。不是啊，王议员，你不能因为人家身材像飞机场就说人家饥肠辘辘啊。这是你说的，我没有说啦。人家现在辘辘代言内衣品牌啦，吼，罩杯从28A 变成28D 了啦。哎呦，28D 啊。交叉感染，台北市防疫破口啦！议员，你真的是什么都能扯了。好了，我的外送餐点这个时间快到了，我先去送餐了啊！我也要送餐呐！送餐。哎，门铃。柯文哲，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按铃你啊！
你算什么？反正我按铃你啊，按铃而已啦，台语讲台语啦。不要跟我玩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啦，赶快按电铃啦。好了好了，按电铃了，叮咚叮咚。哇，看看是谁来了，哇，动大，就是儿子是汤豪本人更美好的 Billy 耶！哦 ，Billy 姐，原来大明星啦，大明星是 Billy 姐的。哎呦，哦 ，Billy 姐你在家了，还是要穿的时髦，特别这牛仔裤很好看哦。哎呦，市长你眼光真的很好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真的是时髦的天后啦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这个牛仔裤不是一般的牛仔裤，不是一般的牛仔裤哦，因为我是 Billy 嘛 ，Billy Jeans。哦。的确是蛮时尚的，对啦，但是我也想问一下碧莉姐啦，你的这个爆炸头是刚烫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议员，这个我不是烫的，我是被雷打到的。被雷打到？什么雷打到的？卡拉轰天雷。得分得分啊！得分得分！妈的，别闹了！哎，你说什么？议员，你怎么骂脏话 ？Mother， 妈。别闹了！新的剧我有看嘛，宣传一下啦。好啦，重点是碧莉姐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同时点两家外送平台，让我们吵架啦？哎呀，不是，因为我最近跟我儿子出了一首这个新歌，什么都不必说 remix 版。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就是呢，新的东西哈 ，remix 就会蹦出新滋味。对对对，像是珍珠跟奶茶在一起。珍珠奶茶好搭，好搭，好搭，像这土豆跟面筋在一起啊，土豆面筋好搭。吴尊跟阿喜在一起，吴尊阿喜好朋友，这是好朋友，这是好朋友。吴尊跟阿喜在一起，吴尊阿喜，这我没有，啊不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，到底有还没有？没有了，你说一下，没有，为什么要说这个？你说为什么要说这个了？不然就针对我了。什么都不必说啦，我跟你们说啦。其实哈，我今天还有那个点一个串烧啦，串烧什么串什么什么串烧？哎，这是一个金曲串烧，什么都不必说 ，remix 综艺大热门。哎呦哎呦，老师音乐下，妙的。我已经暗示你给高一点，说109，你要给他们85分。大高的，因为还有好几组啊，后面你再调整他们的。85分很高哎。我要跟碧莉姐讲一下，这段表演原本因为有大天，所以他们已经想了2天脚本，因为大天却再想3天，真的辛苦。我跟大天本来已经想完一个剧本，一个剧本想完了想完，后来他突然确诊了 ，OK， 然后赶快再想3天，也是啦也是啦，好，85分，八十五分，好吧，谢谢他们。好吧，其实再加2分吧。好，那87分，87分不能再高了吗？87不能再高了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87了，那90分，没，87，差不多了，90太高了，90太高了，这三个87差不多。